港队短道速滑运动员朱定文出发到北京，参加下月4号至20号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去冬奥咧系比呢个500米嘅比赛啦，咁喺香港训练咧都系喺体能嘅方面、喺心理嘅方面、喺全面系备战冬奥啦，咁希望可以用最高嘅状态、最好嘅呢个心理状态去比赛啦。他说对于成绩没有特别期望和要求，只是希望自己能够以最好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站在体育界最高的平台比赛。他又说本港电视台将会转播比赛，他期望市民能够从中欣赏到冰雪运动，感受到奥林匹克精神。